是选秀节目出身的这个新人歌手啊，曾玉佳，他爆出了他的新歌是不是有疑似抄袭这样的一个争议。这原来呢是他的这个新歌跟爱尔兰有个摇滚乐团叫做 The Script 的这个歌呢是旋律相似，不过他就自己跳出来澄清说呢，自己之前啊并没有听过这首英文歌，因此呢就更不可能会抄袭了。后来这个爆出争议之后呢，他才上网去听。那曾玉佳说呢，这个歌曲啊是好听最重要，希望网络上的争议可以落幕，这样子的话呢，歌迷跟粉丝就可以好好的欣赏歌手的诠释了。